只是做了一点那个水培草莓，看长势。你像这样，它已经开始出花枝了。开始出花枝了，这边是另外一个品种，虽然说水培少，还是种了两个品种进行对比，这样看很明显。再看一下它的根系，看根系，这根系比去年好。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这个水培草莓还是继续延续去年我们做这个水培草莓它的一个试验，就是去年做了一次，今年还继续做。整体来看呢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刚才看它这个上面的枝叶，包括我们看到它的根系都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如果今年再往下，在挂果上啊，包括在口感上都没问题的情况下，这个水培种植草莓应该是以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栽培模式。我们今年和去年不同的是，去年米苗呢是采用的是这个雪盘米苗，今年是在直接采用的罗根米苗。虽然种的少，但是呢罗根米苗没有一颗死米苗的。